业火残烟。烈火残烟。不过我觉得这个关卡画面太红，不太舒服。为什么体力跟精力可以旁边可以看数字、哦、你要设定啊，你没设定对不对？你要到游戏设定第二格这边显示数字都打开。我个人建议大部分能显示的都打开啦，就你比较好观察自己现在怎么现在干嘛。也可以持三处袋卡爷回家给你钱。恭喜恭喜。会抽会抽啊！而且我现在发现他的那个难度平衡跟多有没有多人没什么关系。就是你看我的血量现在被1499，其实我在高难度下我的血量已经有2000了，被1499还是莫名其妙，应该是他难度会随着你的关卡难度就。黄暴扶手圣巴，打起来有没有等级屌虐这种事情？不过我觉得武器有差，武器够强，其实打起来也算是一种屌虐。感觉不妙，直接给它转起来。
这个那个铜魔人，蛮快乐，发色很像哈芒果哈瓜壳。你是不是心里都想着哈瓜？不是喜欢的人，宝贝。重复不断的讲我们的游戏体验的部分。不是啊，你怎么不出来？长枪到底有没有办法用？我问各位那个大哥大们。请放弃，真的假的？所以长枪是真的烂人，真低难用。不过红魔之客那个好不舒服，只是现在眼睛也不舒服。烫啊！我觉得长江棍你在打那个打妖怪，其实有点。怎么了，小当家？突然跟我讲你出来了。多两只锤，路上血刀种长枪已经接近绝种。我觉得问题是他的那个回报率很低啊，你好不容易打出了一些东西，结果他也不会回馈你什么好货。像那个大太刀就明显，大太刀上段三角形干下去就要再加个吊月瓶，就很爽啊，长枪就走。钓鱼越来钓越，想当年那些
打鬼真的难用，对不对？就跟我想的一样，我觉得长江打那个，多猫康，双猫康，我觉得长江打人形怪真的，还真的可以双猫康，打人形怪蛮强。打妖怪就显得非常。完了。少连打独角波突梁都没什么感觉。但以前我好怕，好怕豆多梁。人亡末路就有感觉了，什么意思？我感觉武器强不强啊？我的长枪实在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。什么感觉？人亡梦露等于第五周目，什么意思？你说不同周目有不同的名字，
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啊！据点杂鱼，感谢，恭喜各位生日快乐啦！新年快乐啦，笑死我了，连我自己在讲什么我都不知道。哈哈哈哈，现在你知道有点累，有点开好久。欠了，而且我觉得现在画面比较刺眼，然后因为音乐的关系打起来比较澎湃一些。而且我觉得手甲的那个能力是真的很好，它的攻击速度够快，然后攻击力却又很高，用起来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好。非常舒服啊，这个出手的感觉。然后他三角形就是这个跳起来一个断足脚，能力实在太好，就很轻松打到很多刀子的位置。舒服了。这边的钥匙，一年老了。而且它还有巨乳压挤这个非常好用的技巧。躲不了，什么躲不了？躲了啊！我拿到200点了。
来发大财啦！好像打完了，好了，就打完了。拜拜。15万，升了一等。差40万多，普拉米亚，哇，做跟人练。哎，他这个难度下敌人不会重生啊，这么好。腰力调一下就可以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血就没了。刚好10点，太爽了，太爽了啊！Enlo 这个招式到底好不好用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重复刷，真的耶，第一次东西比较好。工具箱，好了，差不多休息了。关台修修修啦，今天开了7.5小时，不错，时速安全。哎呦，我看到季炯也在打烟烟罗，新人杀手烟烟罗。
好，看来没什么特别的，谢谢各位订阅跟 Donate 还有这个小起点啊，那差不多是要休息了，我应该15号才会开台吧，下次开台四天左右啊，可以休一下下啦。累啦累啦。懒妹旁边的树懒有名字吗？没，我都叫她懒猴，而且她其实不是树懒，她是懒猴，两种生物是不一样的。都2021了，还有人分不清楚，一个是猴，一个是懒啊。GA682978，谢谢。好了，我关台休息了，那之后有空再开了。各位新年快乐，感谢各位收看，再见。